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同学们，义卖活动来了，特别举行在户外，就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跟着我们一起做爱心。哇，好棒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泡泡，你怎么带这个娃娃来啊？现在没有人会买娃娃，好吗？怎么可能呢，太太，我跟你说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叫做咪咪。为了这次义卖活动，我决定把它捐出来。我跟他在家抱着哭了三天呢。哎，那有这么夸张啊？真的啊。太太，你不要这样讲啦，咪咪真的是泡泡的宝贝。这次泡泡愿意把它捐出来，一定是想了很久很久才做出来的决定，对不对？彤彤，你真的很了解我哎。咪咪，请你用。先不用，你不是都抱他睡觉吗？哎，对啊，而且我会把口水擦在他身上。啊，对啊，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义卖的活动啊？哦，你们知道吗？在贫穷的国家，有很多很多的人，大人小孩，他们每天都吃不饱，而且还要喝不干净的水。对啊，所以像我们可以喝下午茶、吃蛋糕、买新衣服、买玩具，对他们来说都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愿望哎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举办的义卖活动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赚的钱全部都捐出去，来帮助他们。哇，这样想一想，我们跟那些每天饿肚子的小朋友比起来，我们还可以买玩具，还可以穿漂亮衣服，好像真的很幸福哎。是啊，我们真的非常的幸福了，而且像太太就一定非常的幸福，你看她的肚子就像小蜜一样圆滚滚的，吃就是福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瘦不下来啊，我连呼吸就胖了。你不要这样笑太太啦。不过太太，你真的呼吸就胖？对啊，我很好喂吧。哇，你真的幸福的好可怜哦。太太这个叫做幸福肥。好了，那同学们，你们的东西都有带来吗？有，那我就先来分享好了，各位同学老师，我带的是这个弹头超人，他不但可以这样手上下上下动来动去，他还可以仔细听。哇，他是那个小鸟吗？他会就学小鸟啾啾叫。就是因为他这么棒，还会啾啾叫，所以呢，我打算卖300块钱。啊？你说卖多少？啊，300块钱。再说一次。300块钱。阿宁，你怎么卖这么贵？我记得阿宁当初买的时候才100块，现在要卖300哎。太太，等一下，你要想哦，这个义卖活动是一年一度，代表一年只有一次，我不趁这个时候来赚钱，那不就太亏了吗？哎呦，阿宁，哪有人义卖在赚钱的啦？义卖是要做公益、做爱心呢，你如果还要从中赚钱的话，那就不是爱心了，那就是黑心。哦，你好黑。对呀，对呀，阿宁，你这样太黑了啦。老师觉得你有想要赚钱的想法很不错，只是这样的想法不适合在现在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爱心、做公益呀。我觉得你有了这个想法，就会让我们这个活动失去意义哦。啊，好的，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决定。我要做爱心，我不要做黑心，从300块变成50块钱。谢谢。那彤彤，你带了什么啊？哦，我带了这个小猪铺满。我会带存钱筒来的原因呢，就是希望啊，买走它的人可以养成储蓄的好习惯，把这个铺满通通都存满了之后，再把里面的钱拿去送给大家，帮助那些小朋友。彤彤，你太棒了！我跟你说，我决定了，你那个铺满我买了，我会把钱全部都存进去，把猪变得好胖好胖，然后再把它捐出去。成交了耶！彤彤、泡泡，你们两个的想法都很棒哦。台台，你呢？你带了什么啊？我没有很多的玩具，也没有娃娃，更没有可以存钱的铺满。不过我也很认真的准备哦。
我要卖我自己画的画。哇！哎，可是等一下，太太，哪有人是长得像这样三角形的？你在画三角锥哦。那是人哦。应该是人。好哟，安妮，不懂欣赏就算了，我也很认真在准备。你都不知道，我画一整个晚上，从黑色再涂到彩色，花很多时间准备，就是希望小朋友会喜欢啊。太太，我觉得你很棒，咪咪也觉得你很棒哦。阿妮，我跟你说，台台一定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，而且她画风很不一样。哦，画风不同，没事，泡泡才懂得欣赏。对呀，而且老师不是有说过吗？我们要卖的东西不分贵重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且我觉得台台很棒啊，花自己的力气，使用自己的时间，画出了一幅这么漂亮的作品。所以我决定了，太太，你的画我买了。哇，又成交了！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老师你好有爱心啊！那是一定要的啊。老师，那不然这样，我再让你做一次爱心好了。我待会也拿一张纸呢，我也画个作品，也卖给你好不好？阿妮不用啦，我觉得你可以画，然后放在桌子上，看看有没有人要买。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喜欢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好了好了。赶快来布置吧，我们的义卖活动要开始了！